特工就是要处处都表现得绅士精英范儿，做什么都得行云流水，淡定自若。特工就是要吃得上美男。 才能打得了大怪物。特工不开枪，算什么特工？ 善于伪装，身隐你我之间，分不清是敌是友。作为一名合格的特工，需要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和数不清腹肌。 最近我们收到一封来自英国的邮件。天天兄弟，你们好，我是 James Bond。2015年11月20日，我将带着邦德降临天天向上，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